的圣经导读，就是说你每天只要读四分钟，你四年就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完了。你看圣经这么大本啊，其实你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字，只要78个小时你就读完了。但是我们把它分开，一天只读四分钟就好，你四年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了。我们希望还没有读完的人，对，自己要稍微加紧脚步了哈。在这个礼拜回去是民数记27章到31章，民数记就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哈。这个就是旧约的结构，旧约哈，旧约这个地方叫做摩西五经，那民数记就在这里啊。好，那民数记讲的是他们要出发了，因为出埃及记19章他们就到西乃山，然后就在那边一直停，圣经记载了57章，他一直还停在这边。到民数记的时候，第10章第11节要出发了，所以他们就给他整军啊，然后谈到他们行程，谈到他们征战啊，就是这个4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1章1节到10章10节还在西乃山，10章11节就开始出发了。出发以后，第一步先到加比斯巴尼亚，然后他们就派进去看迦南地的好不好。结果他们不想进去，上帝说好，你不想进去呢，就在那绕，绕了38年，一直绕到差不多了，他们就要从加比斯巴尼亚要开始进去迦南地了啊，这个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地方哈，这一部分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图哈。埃及是在这边，迦南地在这边，那他们只要从这一过去就到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，上帝让他们怎么样呢？开始往下走，走到西乃山，是这个地方。然后到西乃山以后呢，就在那边等于在那边上课哈。圣经用57章给他们上课，在这边上完以后，就上到民数记10章11节就开始出发了哈。那出发，所以第一段他们还在这个地方，第一段。那第二段呢，就从这边开始出发到加比斯巴尼亚。第三段呢，就是他们要进去，回来又他们不想进去，就在那绕到了38年。那第四段呢，才从这边下去进到这个地方哈。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第四段。好，这个第四段里面呢，一开始他们要开始走了，但是碰到以东，以东不让他们过去，他们只好再往下再绕过去，就是这个啊，绕过去就把那个西宏跟噩这两个国王杀掉。杀掉以后呢，他旁边的摩押王这个哈巴勒呢，一看到这些以色列人来势汹汹，他就去找一个巴兰这个术士，要叫他来咒诅以色列人。接下去呢，这个巴兰来的时候，他讲出来的话不是咒诅啊，结果是呢讲了7个预言。这个预言里面呢，把那个以色列讲得很好很好，但是下一章25章以后，这刚刚那个7个里面有这个很重要，就是说已经预言到弥赛亚会降临了啊，这个里面啊。好，那这个25章，哇，以色列又犯罪了哈，又犯罪了，他竟然去拜那个巴利帝了啊。那我们知道这个叫做石亭事件，原来这个石亭事件呢是那个亚兰啊，他因为讲本来要讲咒诅，结果变成那个祝福的，所以那个巴勒那个国王就不给他那个礼金哈，所以他很生气哈，他就呢在那个地方他就引诱，叫那边的妇女引诱以色列人啊，所以这些妇人因巴兰的计谋，所以叫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犯罪，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巴兰啊。然后呢，因为那个时候是这个米甸人来引诱他们的，所以上帝就交代你要扰害以色列人，要击杀他们。这扰害就是什么？要把对方当敌人杀害。这个交代他们以后，就是在今天回去你们进度里面就会看到这个地方啊。好，他们呢31章，果然
把米甸的那些王都杀掉了，并且把什么巴兰也杀掉了。啊，这个到今天回去第三节上就读到了。好，那二十六章他们就在清点人数，他们清点人数以后要进去迦南地，迦南地进去以后怎么分地呢？看人数，怎么那地点呢？是要抽签的，这是原则的哈。好，他们那个一算人数，哎，三十八年，隔三十八年以后人数差不多都是六十万啊，这个六十万是可以打战的，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有两百多万的人进去啊，进去迦南地啊。那这个地方西面捡的最少最多了哈。好，那今天回去就是要读这几章啊，这几个事情。第一个是西罗菲亚人他的女儿怎么样继承的啊？第二个是约西亚，摩西死了，换约西亚起来。然后这两章是讲他们每天每个安息日、每个月、每个节期要献的祭。然后这是妇女的许愿。然后最后是就是那个三十一章啊，向米甸人报仇，然后抢来的东西怎么分哈？好，第一个我们现在看西罗菲亚的女儿跟那个约西亚。这个是当时候的男人可以得产业，女人就不能得产业的啊。那这个西罗菲亚的女儿就去找摩西说：“哎，我们的父亲在旷野死掉了，但是他不是跟这个可拉达那些攻击耶和华，他们是在自己死掉的。但是他们没有儿子啊，那难道他们有儿子，那我们这些女儿就不能继承吗？那我爸爸这些产业怎么办呢？”啊，他就去。去讲说他名义要给我们一点产业啊。好，那摩西你们不耶和华，那就得出一个答案了哈，就讲人若死了没有儿子，要把产业给他的女儿，那他如果没有女儿的话，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兄弟，他的兄他说没有兄弟呢，要把他财产给他父亲的兄弟啊，然后他如果都是这些都没有的话，就给他最近的亲属，这个规则就定下来了哈。好，那后面讲到西罗菲亚他的名就真的继承了一笔产业了哈。好，那换这边摩西，那上帝就对摩西说：“来，你到山上来，你从这个山呢、啊、看过去，那个迦南地，这个地就是要给你的那个以色列人的啊。那但是呢，你不可以进去，所以你要死掉啊，你要跟你哥哥一样不能进去。”你会死掉啊！然后呢，摩西说：“我可以。”哎，摩西就说：“啊，你要立一个人来管啊！”所以耶和华说：“好啊，回去那个立约书亚，他心中有圣灵，他会带以色列继续进去啊！”好，这就是就给他按手哈。那二十八到二十九章是讲他们怎么献祭哈，他的祭物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这个节期，七个节期：逾越节、无酵节、初熟节、五旬节、吹角节、数罪日、祝圣节。这个是一月，有一个是三月，其他都是七月。啊，这是七个节日啊。好，这边就是把那个所有那个数目给它整理啊。每天要献两只羔羊，安息日要献四只。月寿的时候要献这些，无酵节就要献这些，所以七天算起来这么多，然后其他的那个五旬节啊、吹角节啊、数罪日啊、跟祝福节这么多，这些是统计起来的，所以这些是跟他们规定，你们一定要献这些祭，多少数量都规定好了啊。那这是吹角节啊。好，接下去就讲妇女的许愿啊。这里讲的是你的许愿到底有没有效，有没有效？他是讲的这个男人的许愿，还有年幼的女子、女子婚前、女子婚后、寡妇离婚这些，他们许的愿到底有没有效？那男人的话没有话讲，一定有效，你许的愿一定要。那个年幼的是你要看他的父亲，那这些要看他的丈夫，这些跟丈夫有关系。好，这些就是你的许愿的有没有效啊？这个是男人，你人若向耶和华许愿起誓，你要约束自己哦，不可以食言，
你讲的话一定要行哦，好，那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在利未记二十七章也是讲许愿，他讲是许愿的律，是吧？规定他要怎么样啊？你今天要许愿，但是你哎，我想还回了，还回了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些就是你想还回之后它的价值。哦，你看啊，里面这些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最贵，哦，那女人也是不错。那像我们这些六十岁以上的人呢，就只剩下十五块了，里面还有五十多块嘛，我们只剩下十五块了。好，你们想赎回的时候怎么办呢？要还回这加五分之一，哦，比如说你这五十块对不对，哦，你想赎回对不对？要再乘以20%啊，哈，哦，再加这样的，好，你可以赎回，没有关系哈，哦。这边到申命记还是讲，哦，你们向耶和华许的愿呢，那个偿还哦，不可以迟延哦。啊，你如果没有上，一定会被你追讨的。啊，你就不想这样，你就不许愿就好了嘛。你不要许愿呢，你就没有罪了。你许的愿，你一定要照这个愿来执行。啊，你如果想撤回的话，你可加20%。好，但是哦，在利未记我讲过了嘛，这个利未记后面这还有，他一个经典也有讲，传道书也有讲啊，因为不可以食言啊，你许的愿不还，不足不许啊，你要许愿你就要还啊，不然就不要许愿啊。好，那这个利未记的后面那边呢，27章的28、29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利未记讲27章28讲啊，但那个里面许愿如果要撤回，你加20%就好了。但是后面附加的话，但是一切涌现的人啊，哦，然后呢，这个涌现的东西呢，你不可以撤回。为什么这么严重呢？来，从人当中当面的也不可以数啊，哦，所以这边出现了一个什么涌现的当面的，你这些东西你不可以数，不可以数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将人啊或者物啊，你当作不可撤回的给耶和华，这个是什么？没有条件的，你给就是给了，你通通可以撤回，你要多加也不可以，它是没有条件的啊，哦，这个很严重哦。那后面你会看到，你接下去看到这个旧约里面很多这种词句。尽多毁灭，哦，灭绝尽尽毁灭，无可当灭的，哦，涌现的，这些通通是什么呀？就是我刚刚讲的，都是要给神就给神的，你没有条件给神，你也无法追回来，你要附加也不可以，哦，所以呢，这边就像圣经记就跟他交代了，哦，你们进去以后呢，要把女人带孩子尽多毁灭，没有留下一个，这个就是要尽多毁灭哈。然后尽多毁灭就是刚刚讲的哦，不可撤回的给耶和华，他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把它通通灭掉、烧掉、杀掉，通通可以，反正通通毁灭啊。那像这不容易毁灭的啦，这些金银就把它妥善保留哈。好，那毁灭呢？你毁灭其实对那个征服者没有什么好处，好像我好比说我们去征服这个地方的，把它通通毁灭，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表示你愿意把这些东西全部交给神，所以叫做涌现啊，就是这个观念很重要，对当时的以色列很重要啊。那耶稣来讲呢，哦，你们不可以取当面之物，是对，这个名字都跑出来了啊。好，那这个地方你们记得啊，哦。扫罗是第一个王，对不对？扫罗做王的时候，他们不是耶和华叫他们去灭那个撒玛利亚那个亚玛利人嘛，哈，给他交代一句哦，现在你去把亚玛利人灭尽，他们所有的不可以怜惜他们，把这个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肉全部都要杀死，这是交代的哦。好，那扫罗就去了，去了又就真的打败亚玛利人，
但是他拿一些牛羊回来了啊，这边扫汉百姓，临洗牙齿，这算国王啊，然后爱洗上好的牛羊牛犊子，把它拿回来，不可灭尽，所以这个触犯了那条法律的啊。上帝一再交代那些当面的啦、涌现的啦、借灭绝寂静触犯那条，所以从此上帝不理他的。啊，阿姆尔也离开他的，一直到扫罗死掉，撒母都没有再跟他见面。啊，上帝离开扫罗了，这在当初呢，那个以色列就会很重哈、啊。好，那这是最后一章啊，他们果然是向以色列人报仇，那还交代他们掳掠的东西怎么分哈、啊，不是交代要他们找害以色列人吗？好，他们就真的去了哈。啊，这个是上帝交代的啊，他们每个支派要派出一千人啊，然后把那个武王杀掉了，连巴兰一起杀掉啊，这是之前已经交代的啊。好，那那些金银铜钱呢？这些交代的金火啊，就是贵贵的啊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些不容易到那个要过水才能够洁净啊。好，那回去要这掳很多东西嘛，对，怎么分呢？好，他就交代了，军队出去打仗的人分一半，没有出去呢，百姓分一半，所以两两对，他们一共掳了这些好67万多个羊，然后呢，军队一半，百姓一半，啊，就是没有出去打仗也可以分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军队里面的这些一半给打仗，一半给，然后这是军队的1/500。啊，给祭司，然后百姓呢的50%给利未人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利未人比较多啊，所以他们这你看这是675支给祭司，6750给利未人。这是他们掳回来的那些有牛羊啊什么东西，就要这样分啊。好，那这个哎，就是。你知道他们在那个西乃山的时候，不是拜那个金牛犊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听说从此以后呢，这些以色列人很怕金子，啊，就讲金嘛，啊，所以他们去打敌人的时候，掳回来东西，如果有金子的人，他们就赶快放旁边去，啊，结果所以呢，他们将这些金器的东西全部送回耶和华面前，看到没有？结果这些东西呢，一共是重。这样说啥呢？190公斤，啊，实际上金子已经怕了啊，所以就赶紧送给那个耶和华面前了。好，我们这个礼拜大概就读到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会看到希罗为他女儿去争取啊，然后他每天要献的祭啊，还有那些妇女怎么样许愿啊才有效啊，然后最后去打那个伊甸人啊。好，我们来念经济背诵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雅各书5:16。玛利亚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，使你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。”路加福音1:46-48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希伯来书10:25。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创世纪1:26。好，大家起立，赞助牧师。
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创造宇宙万物并赐安息的神，愿我们更了解你是创造的神，也是赐下安息的神，使弟兄姐妹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安息，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